那色多好，又紫又绿又黄啊，有点硬了。一大紫薯自发粉，一会儿整个一锅出，上面粘点花卷吃，搁点白糖促进发酵，用温水和面。和好的醒40分钟。哎，有点咬不好，挺大的果冻。啊，要吃果冻。那豆闹完醒。和面排气，擀成这样就行了，抹上一层油。卷上，这么一抻，给它一拧就行。保鲜膜给它盖上，省它干吧。锅里倒点油，肉片爆锅。花椒面、葱姜蒜、大料、酱油、蚝油、豆角窝窝下去，大火多炒一会儿，水少收少色，苞米、盐、鸡精，那色多好，又紫又绿又黄啊，有点硬了。炖半个小时。好了，出锅。哎呦，炸的香！这么整又省事又方便啊！
看看多少细水。嗯，像大海绵似的，一接一回来，一捏就回来。我就窝窝吃面。嗯，我切时我就都切不动，我一寻思就得面。吓到我了，吓到。你看大儿媳妇整的花卷多好，还是花卷，抻起来这么长，多好看。这也像花是吧？嗯，真是像花，一扯起来这么长，那么细点，这么费点。咱们这小园这秧长多快哈、啊，下雨。你家人猛人嘞。那不。这个大人媳妇说：“这一窝是面。哦”放你这油炸也香，这个窝里孬能不香？再来花卷，这花卷是真下货呀。沾上菜汤越吃越香，是吧？